Hello， 欢迎回到第九集。这集非常奇怪，到这边，然后 FPS 被故意降低还是怎样？应该这个场地的关系吧？应该是哦。超诡异，它会卡卡，所以我这集只用30 FPS 好了。要不然60 FPS 看下去真的是应该会蛮奇怪的。这场地卡卡超奇怪，而且我现在进游戏不能直接录影的，我要直接跳窗再进来才可以录。先测试一下看看。啊，现在希望之后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希望 OK。好，那继续走吧。我刚跳窗看一下可不可以。然后这两个会死掉，是因为我刚把他们杀了。就刚录的时候发现没有录到，整个都黑画面。现在我 check 一下，要不然我就在录二十几分钟都是黑画面。然后刚刚这边有个机器人在干他们两个，这是我可以形容的方法啊。反正然后蹦蹦蹦，然后我在上面蹦蹦蹦，然后他也对我蹦蹦蹦，然后我就很不爽，在蹦蹦蹦掉那两个王八蛋。他妈妈，怎么有机器人？刚才一个呢，怎么又一个？哦，干，追踪导弹，没事，这边没事，跟他射不到。你看那个天线刚好挡到了，好不好？所以，其实他们很好打，只要卡点就可以了。又那个场地问题吧。我们就优化没做好，录60 FPS 看很奇怪吧，所以我直接改录30。然后发现我键盘声都蛮大声，找到这边不要买轻走了。看他是警察吗？我以为你们的工作是保护我呢。Hello。我的发还有这种操作，记录一下。哇塞，我觉得这要到下一个点才会那个修好呢。这场地太大了吧？那就有什么东西？我也是啊啊啊啊！记录一下。谁是小熊？反正那个黑人是吗？你们怎么就只会光说不练？搞什么鬼啊？好，等下你要出来就快出来嘛！哈，嘻哈吼哈啊！给给慢慢慢，等下那边绝另一边绝对是拿东西、啊，你也太抖了吧你 ！Hello， 血包。Hello， 有人在家吗？没有吧？你是什么？好，你啊，这是 bug 吗？不是、欸，我靠！我刚刚以为这是 bug， 哎、欸，哇靠！我刚刚什么东西啊？干哇！刚被这影子吓到。好好。抱歉，之前骂你是我的不对，你给我加速了一下。讲人话，不要讲鬼话。怎么又来了？这次可以看比较深入了吧？要打鬼了。哇、啊！靠腰。啊！啊，真是刺激的二楼到一楼啊！我还没搭、啊，我刚以为我是掉 bug 里面，结果没有，记录一下。又怎样啊？妈，你大姨妈来在哭屁，操！主角就不会说一下，我做不下去了，我辞职，请派下一部直升机来。他们就表示我们没钱，对不起。这样吧，恢复了，恢复了，这边就好了。第九幕赶快破完了，快破完也好，就不用再一直胆战心惊。
这是哪一个？嗯 ？What the fuck？ 炮两枪。爆了吗？爆了，水哦，不是这里，绝对不是这里。啊，不是，我说东西不在这里而已。啥？放两个好像没什么屁股用的。好，这边杠的地方吧，杠我。看到这有急救包，这就是你。好，走回去吧。会不会有更什么东西在等着我呢？马上揭晓。检查点储存，干。啊！这时候要撩他的话，就说你心里啊，他就脸红，不敢开枪，就有机会杀他。妈的 fuck！ 我对你杀红了眼。就那胖子是 boss， 那真的是很好笑，这是恐怖不行。拜托，他只有一个人。哎呀，大家都是这么觉得吗？你看，啊，就我那边的支援小队，那妈的就不会说，哎，你需不需要支援？我那边的人就那个啊，妈的，看我很像，我很行吗？我是哑巴就欺负我，他们就欺负我这种残障人士，我不会讲话，他们就在那边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执行任务啊？然后我点头，他说要不要一个人啊？我点头说啊，没有。我说要不要一个人？我摇头。他说啊，好吧，那你就自己去吧。他说我可以找人陪同你，但是他们都会在一个点内，他在一个点那就在那边休息，就是他们想休息就休息哦。你要走你就得走，懂吗？他们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然后他们想要生小孩就生小孩，懂吗？你要听我们指挥部的讲哦。这样吧。真觉得主角很可怜呢。Norton, do you really think you can get rid of the evidence by shredding documents and wiping hard drives? Genevieve, 还跟我讲话吗？他不再跟我讲话啊，那是指引录好了。我比较怒，我连主角叫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双杀。This way.很强。我要拼一下。这还要自己捡，他不会自己吸收呢。我现在补包算蛮缺的。傻小。
那我就不需要吗？操！干，那个是丢到是直接炸哦，我都以为是掉地上了，他要缓那个缓冲的时间，结果没有哎、欸。妈的，那胖子又在后面，看的就是不顺眼。他装备有那么好吗？跑很快吗？靠，我又要卡住了。他装备有那么好吗？你说的没有错，我是连帽子都没戴。Man down！ 啊！我都要视情况拿什么枪，因为有时候那子弹根本不会再出现，很烦。没东西拿了，可以走了。好，我看到有人了，妈的，想偷我是不是？再来啊！操你妈的嘞！He's over here. Stay on your toes. We lost the man. Get the cover.他们讲完就被炸了 ，Holy shit！ 干，没射到，这都是警卫了，这都保全了。他把我关起来是不是？太多次了吧？超强超能力的，那我是就其中之一了。我四大天王里面最弱的，好不好？刚刚放那个。不能这样。Oh my god！ Move 杀西，他刚刚说 cover me 吗？那字幕那样写的 ，no， 他刚对我都死掉，叫他掩护他，死人不会开枪的、欸，不会。You still here? No。其实游戏做的还算蛮长的、欸，以这种射击游戏来说。还有人啊，吃免费的子弹吗？你就是其中一个吧？真叫很惨呢、欸，是否浮夸？Safe。现在怎样？这边是玩捉迷藏的圣地啊 ！Hello， nice to meet you. My name is 阿倩。哦，新章节是入侵。对啊，我一个人就是间谍，懂吗？这正面迎战哦，这年代游戏都正面迎战，哎，没有，现在好像也一样。我吃着，我现在我没有。哦哟，残忍一点。哎、欸，是哦，他油脂充当防弹衣，这样我就有机会可以去处决他。所以大魔王是那一个？
大胡子爷爷、肯德基爷爷爷、教授，他名字这么长，最好不要死哦，最好不要死哦。He locked you out. The only way in is to divert power to the door. I have one choice. Turn the power on to the TV. You tried. Now, This moment is for you. Let's record it.哈！你他妈的到现在还杀不死哦！但主角你还没有判定他是坏人，你是日本动漫高中生男主角是不是？都觉得这种人可以改进，这种人可以改，他还年轻，所以他会变好人，这样的想法吗？那怎么看都像坏人吧？搞你耶！要把你锁起来耶！妈，突然没音乐什么意思？我们是切音乐而已。别那么生气啦，我们是故意的。啊？好、啊？怎么绕回来？这走下去吧。新人。装一下子弹 ，reloading， 几个路？这啥回？这啥回？我换轨道而已。这音乐会不会太科幻了？然后我走到另一边再换一个是不是。为什么用个就 BGM， 有点好笑。Are you done? I think so。可以走了吧？两个都接到里面的，可以闪人。Peace out 哦。Let's move on。Hello。Hello， 一个转角一个 Hello， 啊！差点整个滴出来。这人总会不会有点太硬了？三弹无敌，哎呀 ，Ken， 怎么回事？那时候只有十岁大，他说那个指挥官吗？三枪子弹真是好像 用不完一样哎、欸，因为你走到哪里好像每个人都拿三弹枪一样。去哪里啊？算了，走这边，我刚刚懒，有点懒得回去，手有点痒，算了。Rocking long，
这边怎么拿来的一只啊？到处都有散弹枪子弹，太好赚了吧？拿你，想要用手是不是？然后现在我要拿那个小刀把他们手割断，然后弄到上面这样玩是不是？应该不是这样子，地下室吧？哈喽，对。记录。事情开始，我眉目人汤曲的那个女人叫阿尔玛，贝特在找人，就是那个小女孩的名字啊。哦，怎么过去？喂，你怎么做半套而已啊？我要求全部哎。算了算了，刚用那什么意思啊？等下就应该会知道它的用途。哎，是什么？还差一个啊 ？The hell！ 又要走回去一趟了。我看到了，就是你吧。成功了，可以走了。你要不要交合的这么神圣那个音乐？你要不要一路上都放这种音乐算了，然后让我不用这么害怕之类的？应该是不会让我这么做。开了 ，nice， well done， 什么声音？我操！三枪好猛哦，两枪一个哎！记录。哇，反正杀小，我应该知道这个怎么。好吧，你就让我继续不知道下去吧。啊、好，我应该知道那是什么。应该是要放什么东西上去吧？这门坏了啊？怎样？啊？哦！我還想那放什么东西上，然后让什么东西运作之类，就是放我上去。在做什么等离子炮啊？工位。这两个是什么？我之前的屁股是不是 ？Harlan, it's Genevieve. Listen, I understand your feelings. I really do. But this is 已经被发现了。都打在标题上了，你觉得呢 ？Harlan, it's me again. If you want an apology, then I apologize. I was wrong. You were right. In any case, I want to be sympathetic, but the situation is urgent. I'm sending Mapes to take care of things since you seem reluctant to do what needs to be done. I hope you can find it in yourself to assist him. End of messages. 好，那你在这边 end the message 好了。好。拜拜拜拜拜拜 ,30FPS 的第九集哦。好，拜拜拜拜，下集就第十啦，再见再见。